小赖这是真心幻觉情吗？罗志祥日前在夜店首次表演新歌《钻石》，小赖也到现场支持。不过除了这个小插曲，罗志祥也和台神优戏做了这个赌注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还是你明天夜店要首唱？明天要唱？明天要首唱？不行啊，他新歌首唱，大家都听歌而已啊，不会很疼。还是我明天夜店就唱，然后如果疼的话，你做100个 push up。如果他们不疼，我做100个。那好啊，没差，反正我。现在真的好紧张，我好久没有这么紧张了，这比小巨蛋还紧张。转。Alright， 准备好站起来了。我今天要来唱一首从来没有表演过、没有发表过的歌。Fuck！看到大家依旧超兴奋，泰森也说到做到，秀出超壮上半身，做起伏地挺身。没想到焦凡凡竟也来歪楼留言，这个简洁不给过，说好的100下让粉丝笑翻。不过这个结果也让粉丝大饱耳福，汗颜 flow 完全乐成的报道。